你要实在不听呢，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有那个国务院令嘛。他也没太聊零八宪章的这个，他就没太当回事儿，他就说可能是今年20周年，64可能会有麻烦。对，我们也没觉得这个事儿会不他妈把人抓起来。对呀，这个他没想到。但那回你说你跟我聊天，你说好像有点隐隐约约那种，是我感觉不祥预感。对，我是有。你跟他说过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说我神经病。哦。哎呀，我就已经我脑子里弦儿已经上得特别紧了。星期一中午我去订橱柜去，跟我家装修师喝咖啡的时候我还说呢，看这一两天过得去过不去，当天晚上就出事儿了。晚上几点钟？晚上11点。嗯，来敲门是什么？对呀，敲门啊。嗯，然后就拿个东西出来给你们，是吗？对，拿了一东西，没有任何罪名的，就给那个纸上没给我，让小波在上面签字。小波不签，跟他们还吵了。因为小波说你这没有写任何涉嫌什么罪名什么的。不是，那写这个什么东西呢？没写任何东西，就是一个什么刑事拘留啊，还是一什么的，就给他出示那么一个东西。啊，也没叫你签。没叫我签。我不懂这个程序是不是应该家属签？应该，律师说应该是也给家属一份，而且说超过24小时就得必须得给家属一个书面通知，就带走人以后。对，这都多少天了？12月8号的事儿。现在这就在3个月了，快。就没有给任何。要监视居住，法律上也应该是给家属一个，也应该有东西是吧？对，而且监视居住还可以，应该是在你所住的地方。就没有任何说法吗？就是法律条文规定是你得在，就是你监视居住这个人的家里头，然后你这个家属可以就是共同一起居住。然后律师不经过任何手续可以会见当事人。结果现在这些都没有。你说你上回见到他瘦了？什么？你说你上回见到他瘦了？对。那是几月几号？1月1号。啊，1月1号，这是你跟他们提要求？对，小波在里边也提，我也提。然后他们当时我觉得是为了平息点外边的舆论吧，就让你见一下，散出点消息。那么后来你又提了过很多次。就没有反应了，有过回答吗？那分局的说上面没安排。我见的时候那小脸可灰暗了，又见不着太阳，一天到晚关小屋又不许出去。他说没法睡呀，他说。然后早晨就提审了。天天提审吗？那会儿是天天提审。也不让看书，也没电视，也不许出房间。
他就每天在屋里狂走三个小时。这是他告诉你的？对，就像老虎关进笼子似的，转。他说的？我说的。他告诉你说，反正是走3个钟头了，是吧？对对。也没说有多大屋。应该不大吧？有一卫生间。窗户都得是每天有人来开，通风。